好了，给大家开开心心，合家团圆、OK， 幸福安康，给大家带这首《合家欢》，好不好？走遍了万水千山，尝尽了苦辣甜酸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烟雨呢喃，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。经过了雨雪风霜，历经了艰辛温暖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亲日的呼唤，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。从此后我们合家团圆，莫再要离别分散，从此后我们合家喜欢，莫再要离别分散。不要一直偷偷比哦我啦，偷看你不行啊。好听哦。从此后我们合家团圆，莫再要离别分散，从此后我们合家喜欢，莫再要离别分散。谢谢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唱得很有那个感觉。不了不了不了，莫做啊，安怎袂使啊，安好听啦，好听啦，哦，这种歌哦，50年代的歌，有这50年代没有啊？30、40年代的，我觉得新年歌曲还是旧的比较好听。现在这只是什么？啊，又来了又来了！啊，请你写信进来，你不要乱讲。刚才我们唱很多哦，都没有人讲不好听，你给我闭嘴！没有关他的麦。我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们唱的不好听，就是你唱的好听啊。没有，我说现不好听、啊。我说现在的那些80年代那些新年歌曲，麻将靠没靠谱啊？你看我老也是一排条嘞。没有他的麦，不要给他讲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大歌手唱的不好，是因为他写的那个词的，然后感觉到好像没有人要听你解释，有点潮嘞，我觉得。没有人要听你解释。看以前的人写的那些歌多么漂亮，你看，哎，好像陈蝶衣啦，开玩笑，歌仙陈可辛这些人呢，开玩笑，六九不衰呢，哎，你比我多了一分，啊，你快拿货啊，180cm 啊，哎，真的，啊，你有历史甲听，所以为什么，别人有别人书甲听的嘛，对对，可是为什么老歌能经得起考验，是因为他歌写得好，容易上口，容易记。好, 好 ，OK，OK，OK。谢师傅，谢师傅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年除夕开一档节目，好给你，你慢慢的。对不起啊，有冒犯之处，请大家多多的见谅。对不起，已经太晚了。本人是提着本人的个人的意见啊。你要这样讲，你要这样讲。对。有什么你们可以 WhatsApp 给他哈，他的电话号码是。来给你们对这9807买啊，买9807啊。头先讲卖播，这就乱播，哇，噔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OK, 拜拜，谢谢佩芬，谢谢。OK, 拜拜，再见。